Hey yo, what's up? 我是 John Lin 林家元。今天是什么节？大家知道吗？圣诞节，我们要去发糖果。有松哦，Merry Christmas! What the fuck is that?哟，这边小孩们都要去发糖果吧。李冠颖，你完全没有亲和感。还是要吃软糖。巧克力好不好？帅哥。有没有巧克力？要不要吃？圣诞节快乐。你看，人家只拿家人的。天啊！李冠已经被拒绝播几次了。圣诞节快乐！为什么有这个？我们来发糖果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一个。不敢。他不敢。这样好吗？他不敢。那你们是教会吗？你有什么感想？每个小孩都不想找你。我也没有要找他们。Got it。我们下去下一个地方。等一下。棒棒糖，好。我也要棒棒糖啦。好，这给你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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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
现实了，我来吧呀，我现实了。好啦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，该。对啊，现在小朋友都跟他一样。圣诞快乐！拜拜拜拜拜拜！突然来镜头说拜拜。我们剩这样，那我要再拿一个走。OK， 好。Damn， 我们要去巨蛋拍点东西。Let's go。先拍好。OK。所以是先跟你拍照喽？没有，是跟可可，是跟谁？没关系，我跟你拍照。别屁。好，然后再跟他拍照。照腰哎。这个送你好不好？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哟，我们今天活动到这边结束了，这是冠颖，这是世勋，这是世勋 ，Peace。Got it.